惠大乡永春社区发展协会关怀社区内弱势家庭，在国立在即嘛邀请社区的居民来举办帐篷同爱心关怀弱势症的活动，透过社区志工妈妈双手来绑美美肉粽，和弱势家庭也能感受到家族气氛。舞台上新住民朋友表演精彩节目。舞台下永春社区的志工妈妈正在绑美美的肉粽，旁边还有儿童权利公约宣导活动。惠大乡永春社区发展协会为了要关怀社区内底弱势家庭，利用国立在前举办众乡传爱心关怀弱势情的活动，邀请到社区居民做伙来绑肉粽，提早体验国立在快乐的气氛。这是咱永春社区吼啊第七年的这个中标乡关怀弱势情。啊，这个活动吼，阮一般拢是伫这个咱五月底进行啦。啊，今年诶，咱比去年吼，传的量搁较侪。咱今年传2300粒粽。哦，啊，除了来分享着咱社区，咱所有村民，大家来到咱这个庙埕，咱这三家屯土地公庙埕吼，啊，咱来接粽，啊，来过节。啊，今年了安排一挂咱这个管路的嘟嘟车，啊，有一挂节目安排。啊，今年啊。啊，所有的活动，包括咱的国税局，啊，内容真丰富啦，啊嘛真甘心。只要有心，就当让社区居民之间的感情更较好。惠大永春社区这几年来，伫社区干部的努力之下，社区永泽成果是愈来愈好。透过活动嘛，凝聚了社区居民的感情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惠大采访报道。